姐姐很厉害，这一笔好啊，干净有力啊，充满韵味啊。感谢画的主人，掌声来一下。哎，前面写的人一定是充满了数十年的功力，真的，懂吗？数十年功力都在这笔上。我跟你讲，他给他拿起来哦，你看那个纸上面都有他的墨迹，你看这个进到穿透纸到下面的桌子上去了，功夫周星驰来了。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？像一把刀一样吗？没有，真的是家学渊源，你看，剧情家学渊源。墨迹有点干了，再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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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我也想写，但我想用金色的。金色的，对啊。不管写什么，你帮我想一下我写什么。很幼稚呢。大家写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毛病啊？啊，写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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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旺。来，耶。要落款落款落款。哦，这写出脸了。没有，我是来看右正的。对对对，大家看对。我想要写旺，旺是代表我们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冬天，那像市长，还有大家都旺旺旺，大家全国的好朋友都是旺旺旺。哎，哎，耶！姐姐有练过，我写用心的。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过来，你还没出来。用鞭炮来吓猪啊！哦，放些鞭子。你没有枪啊？你干嘛滚？哇，真好耶！我靠，弟弟，你没带枪啊？哇，架势十足！你看，我不会写字啊，架势十足啊！对 ，Q 版，有，哦，现在哈，500最好，对不对？你忘忘怎么写？完了，你回去没投入。我在写 Q 版的忘。我在讲 Q 版的忘，算。不错哦，你本人谁呢？我不是站着。